平台的数据显示，在通知发布后不到半个小时，2024年春节期间的火车票还有国际机票的搜索量瞬时增长翻倍，且目前仍在冲高。上海、长沙已经出现了第一波购票的旅客。那用户最关注的国内的目的地呢，是三亚、大理、北海、海口、西双版纳。出境游搜索量增幅比较大的目的地多为欧洲、澳洲等长线游的目的地，前往澳洲、新西兰以及欧洲的签证咨询量明显增长。数据显示，假期安排公布两个小时内，平台搜索量对比前一日增长263%，其中机票搜索超过40%。春节长假出境游方面，中国香港、东京、中国澳门、大阪、曼谷热度领先。